结束了今天的拍摄，等下呢准备出去吃个饭。你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 OOTD， 还有我新置办的春节行动，噔噔噔噔，就是梦金园新出的吉祥古法吉兆系列。那光听名字呀，就是寓意满满了。好像中国人呢，到了一定的阶段呢，就会血脉觉醒，开始喜欢上黄金了。像过年送个礼物什么的，黄金首饰呢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。时尚的同时，又能够保值。梦金园的这套吉祥古法吉兆系列的设计灵感呢，是来自于蝴蝶和经典的四合如意图。给大家看看这个花纹勾勒的形状，是不是很像蝴蝶的这个翅膀？饱满又轻盈，看着特别灵动。蝶翼呢是用非遗花丝工艺打造出来的，飞舞成四合如意的形态，充分展现了我们古法厅的精工之美。中间还有灯红发廊的点缀，红色和金色的搭配呢非常亮眼，非常适合新年佩戴。还有同系列的这个手链，看它这个配件也是一个小蝴蝶，简约又有小心思，它穿戴呢也很方便，而且很百搭，日常啊什么的都可以戴的。还有这个戒指呀，和我们的耳饰也是同样的这个造型，它的这个内里的镂空花丝工艺呢特别的精致，好看好看。这个系列呀，除了是高纯度精工打造的之外，寓意也特别吉利，四合如意加上蝴蝶就是如意蝴蝶，寓意着平安如意，和和美美。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留，都是一份满载美好祝福的礼物。现在就要去吃饭了，把我的这套新年行头呀也带上，马上就要到春节了，祝大家如梦金园吉兆系列的美好寓意一样，在新的一年，新年大吉，吉至梦圆。